全国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宏观战略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呢，开始先跟大家做个预告。好，千金股再赚百万的机会又来了。啊，之前啊两次我都跟他提醒过。啊，所以说呢，在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呢，我一样先跟他预告。好，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跟得上脚步。好，你资金够大的，好，资金够的。好，因为你资金不够的，你说勉强要做千金股，哦，哎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啦。好，有的人资金真的有的没那么多嘛，你就用融资买，有的资金也不是说可以那个运用的那么好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资金够的，那当然你也想要跟着周老师一起赚这个价差的话，都非常欢迎你跟我们线上的助理做联系啦，哦，然后呢，再来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个重点，哦，要分享一档银建股的获利王。我相信你长期看我节目都可以知道，我基本上是几乎都不跟大家聊一些传产的股票的啦，哦，可是为什么今天要跟他聊这个银建股的获利王？一定有我的道理在的。你看到，哦，今天盘面上最强的股票，除了你左边看到的这些航运股，好，哦，像万海啦这一些，哦，会有这些跟航运有关的，今天是算很强的之外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今天电子股其实涨的并不多，档数不多，有没有注意到？这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道理？有。今天有一档股票还算很强，5274的股王信华，利旺也不错，哦，表示说什么？表示说有一些短线涨多的电子股啊，它其实是面临压力的。你看今天这个耀月啊，今天涨停打开之后，你看今天就遇到比较大的卖压，就类似这种概念，大家懂吧？哦，跌耍伤歹，怕亏啊，爱小小心一下啦，就这种概念。所以，哦，像这种短线的标股，哦，投资人我这么跟你讲好了，它其实操作是有一种某种程度的难度的啦。也许你看节目分享啊，主要是你分享什么就买什么就好。对，其实分享什么买什么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啊。但是为高票，哦，真正它的卖点该到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不知道要卖，那就要面临那个震荡。所以当然就像我常讲的嘛， 你真的买了，好，比如说你今天买到我节目上所讲的任何一档股票，即使我现在没有提到的，但是你有看到节目，你都可以在 LINE 里面问我，都没有关系。好，哦，你就问说，你就不用客气，好，哦，你不要只贴个微笑，老师你好，那做奇怪，你要问，即使你不太会打字也没关系，现在手机都可以用手写的嘛，立马把它下。即使打错字，我大概都看得出来，哦，你大概要问什么了，哦，所以说。要常问啊，你要真正拍摄赖有在这个赖好友问嘛，吼，卡点问嘛，写晒啊，好，哦，就是假如你有买到我讲的股票了，吼，哦，那当然你想知道我分享的股票是哪一档，也可以打电话来问，哦，这都可以的啦，好，哦，都可以的啦，哦，所以呢，今天节目先跟他预告，哦，我们这一次呢，哦，会玩更大哦。那为什么这一次千金股啊会玩更大，啊？我刚才说提到信华，哎。4000多块的股票创历史新高啊！投资朋友，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，因为他不做，他资金不够，他做不起千金股，哦，所以在他的想法里面来讲啊，哇，买不起这种股票啊，跟我讲这是有效，对吧？我买不起。我今天要跟他讲的，就是一个所谓的效应的问题。什么叫效应？大家有没有发现到？这叫长荣，你看哦，长荣没有创新高，对不对？算震荡格局算强了，当时强，但是今天不是涨停板嘛？那我问你，啊，为什么万海今天这么强？大家懂这逻辑吗？就说在一个族群里面，好，哦，在一个族群里面，一定都会有一两档。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那卖光一点龙头股、指标股，来带领一个族群往上攻。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？其实就是主力的手法之一啦。哦，他会刻意拉抬某些股票来测试市场追加的反应。大家记不记得昨天是不是 M31涨停板？虽然没啊怕平盘嘛，对不？但是你有发现无？今天换谁了？今天换他了。好，你讲信华这一点贵价一点无贵样买得起啊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还好吧？
还可以嘛，是不是还在震荡？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跟他讲的是说，这一次千金股它的机会会比前面的更大。你看哦，五月份下半周应该算下半月啦，五档五千金赚165万，利旺等于没什么赚，因为利旺没什么波动。好，这个我可以接受，因为不能都没什么叮当嘛。好，可是你看像翔硕啦、世星 M 三十一这个哦，像创意这个就赚的比较多。那五月初的时候，记不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告诉大家千金股的机会来的时候，你看告诉大家一百块五万，这两笔加起来270万的价差，我可以大胆的跟大家断言啊，这一次千金股再上去的话，我的价差获利绝对超过这个数字。信不信真的在你们？很多事情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你要知道做分析师毕竟不是做，不是算命生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可以断言你以后会大富大贵，那是算命生跟你说，你的命不错哦，看你的手上，哇，后次嫁好翁啊，就问题是以后是多久你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去算命的时候，有时候对于那种预测未来，我相信心里面大家都打个问号啊，没有影响，没影响。但是我只要告诉大家，不管算命师他怎么讲，就说他告诉你以后会大富大贵啊，你每天躺在家里都不做事，你凭什么大富大贵？你连班都不上，对不对？讨了摸啊走，有用吗？你觉得会突然间黄仁勋找你说，来来来，少年哎，圣明爱公你大富大贵，来你来周外主管，然后没事分个几亿个股票给你吗？当然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要努力啊，你努力了得到了，哎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圣明圣明好准啊，你什么都不努力，你说哎圣明还不准啊，都人不都是如此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今天我为什么跟他举这个例子，就是告诉大家，就是说从我就现在整个千金股的判断，好，当然我不能跟你讲说所有的千金股全部都会大涨，全部都会喷出，因为我的目的不是要赚那个怎么讲，因为我的目的还是以价差为主嘛。可是就我现在的判断，在这些千金股来讲的话，有非常多的股票现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逢低卡位的点，你要做波动啊，买在规划做波动啊，你要做价差那更不用讲了，都可以哦，我等一下会举例给大家看，都 OK， 都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对，那是你有想要谈吗？一句话嘛，等我卡通加赖好友，你就直接告诉我说，周老师，我很想跟人一起赚千金股就够了，好不好？会费黑龙好巧了，黑龙好那个都好解决嘛。好，只要你有心，一切都好说了，好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今天先跟他预告喽，今天信华的创历史新高，哎，大家别忘记哦，今天大盘并没有创历史新高。今天大盘没有，今天大盘并没有，就连台积电也没有什么动哦，对不对？可是为什么今天反而股王可以创历史新高？这个背后的意义不是叫所有全台湾的股民大家都来买股王啊，不是这样啦，它其实背后有特殊的意义在的啦，要信不信苏宰令啊。好，反正我只要告诉大家，昨天 M 三十一涨停板，今天力旺虽然没有涨停板，但是今天是大涨。这些千金股在轮流干嘛？讲话意思啊，哈，大盘要过两万二哈，无只千金股还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啊。这个之前我就跟他讲到了哈，所以说，来这一波会玩更大哦。哦，这个吴宗宪有个节目叫综艺玩很大，对不对？ 我们要来玩很大哦，一样哦，好不好？不被谈了，跟对了掉啊，跟对了掉。好，那当然千金股虽然说今天有强有弱，但是有些股票我们还是以价差为主。 举个例来好了，来，我也不要秀扣讯了， 我最近懒得秀扣讯， 我喜欢秀跟会员现在会员的这个扣的那个对话了，罗大哥，这个上礼拜给他看过了，罗大哥，早盘力旺有买到吧？好，我今天带他买力旺，好，有买到2230两张，2240两张，好，2230两张，2240一家，一个开盘我就叫他先挂了，
好，就先挂好了。后来利润不是上去吗？好，那么先挂好2380，先当冲两张。好，看他啦，看他要卖30的也无所谓，40那差在扣哪波差啦。好，今天最高多少？2385，所以基本上是冲得掉了。好，好。然后呢，一大早我也就要把细微挂价380出掉了。好，所以他回报我细微380出掉了。我问他十张都成交了吗？是的，都出掉了。好，今天细微不错哦，但是我们选择站在卖方。那为什么选择站在卖方？啊，这么强的股票呢，对吧？我那天节目上不是有讲吗？还很强啊，那为什么卖掉？因为准备买新的股票嘛。所以你看哦，哎，操，多硬了！来来来，来看这一张啊、哦，你看哦。我这边有写哈，把细微出清的资金转进，哦，这边我们看到先买十张，成交记得跟我回报一下，哦，因为我们把细微出掉了，所以转到新的股票，哎，这个是很合理的操作，一定用赚的那条钱过来做新的股票了，哈，基本上我都是这么带的。好，那现在问我周老师，那线光科要出吗？他还有20张，线光科是我之前分享给大家的股票，哈 ，AI 的这个守门员啊。今天还可以哦，还创新高哦。虽然讲无涨停板啦、啊，但是他今天也还可以，不错吧？哎，青蛙岛主朋友，这个我是公开分享的股票哦。哎，你们不要以为很多股票我公开分享，会员没有买都有哦。只是看有的是丢给一般会员买，有的是丢给特别会员买，差别在这里。股价越贵了，我当然是优先，就只能带给那些资产大的这个投资朋友嘛，哈、哦。那股价比较低的、哦、那就看情况、哦、就看情况。所以你看我今天、哦、将要把细微出掉后转到这个股票买十张、哦、然后他问我线光科要不要出，我说可以啊，那就挂165先出十张、哦、我们先出一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看看有没有机会突破半年线、啊、如果觉得突破半年线的话应该可以多赚个十几块了、哦、大概就是这个概念，大家懂吗、哦、大概就是这个概念。所以说今天你来参加我会员，我、哦、就说我当然我不能说哇，好像老周老师大碎心，怎么感觉好像一般会员跟特会好像没有这样服务啊？你别上那讲啊，对不？你要想人家缴多少会费啊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好，继续聊下去啦。哈、哦，我问他说留个十张，还有没有机会突破半年线嘛？哈、哦，好，然后呢，在这边，哈、哦，来就闲聊了，后面就闲话家常的了。哈、哦。我刚刚帮你算了一下，细微的部分大概赚了200多万，差不多。他一张大概赚十几万，有理在丢啦，所以能八个月半差不多。好，我概算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成本、交易税那一些多少哈。我就问他说，应该够你订车的吧？哦，他本来不是要那个嘛，要还车贷嘛哈。那我就问他，都问我有没有好的推荐。好了，其实我有私心啦，投资我不好意思啦，我帮我的兄弟做生意啦哈。如果你有考虑买 BMW。我认识新庄上德的阿兵，自己的好兄弟，可以给他捧个场。我的车就是跟阿兵买的，拍谁？这里我要跟大家讲，我的确是有私心的啦。哦、我相信如果你有朋友在卖车的，你大概也是都会多多少少都会给自己好朋友做点行意，这很正常的。好、哦，这很正常，你不要怪我、哦、所以说，假设你现在看节目也要买 BMW 的话，也可以啦、哦、也可以来问我了，好不好？阿兵的服务真的不错了、哦、真的很好、哦好，然后他回我说：“我开宾士好多年了，是可以考虑换。”对，没有错，因为他上次来公司的时候，我去接待他了嘛，他就开台那个一系列来公司的，所以我知道他开宾士的了哈、哦。先去看车啊，有看到喜欢的要换再换，所以他就留电话给我，好、哦，然后我就请阿斌打给他，他们约好了啦，好、哦，他们约好了，好啦，在这边投资我要跟他讲啊，好、哦，就说当然每个人做股票赚的钱，他的。拿去做什么用？每个人的方式都不同了。我说过嘛，你今天来跟我做股票，你赚了钱，你要去还债，你要去还车贷，你要出国出去玩，那都是你的事情。嘿，不是说拿来我开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误会啦。我只是顺水推舟帮忙做个生意而已啦。哦、有赚钱嘛，啊、看都我有什么换车嘛，对不？刚好对不对？股车卖掉，啊，再贴一个，哎，是不是刚好就可以换车了？大概是这个概念。那今天我为什么特别把这个罗大哥的这个对话拿出来给大家看？我只是要给大家就是知道，就是说有些人股票他做的不好，原因其实有很多，大家懂吗？
哦，这边我就不去点破了哈、哦。有的人股票做得不好的原因，重点就在于说他今天配合度好不好嘛。我就曾经有些会员就是这样子啊，叫他买啥都有意见，嗯，别人拢在买这個，你买这個，啊，别人在买这個，拢买这個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么有意见，那我怎么带？我不要讲谁了，我跟你讲啦，我怎么可能只带罗大哥买细尾？我这么讲好了，我带好几个买细尾。那你说真的有人赚到今天出的吗？拍谁哦？有人这边就出光了啦。那你说他只赚个几千块，怪我吗？不能怪我吧？身为老师，我只是尽我的责任，好、哦，好好的带你赚钱。可是有些会员的配合度其实并不是说的那么好的。啊，你什么？你看把人摊个杯杯换车，哦，摊个杯出口出去投啊，然后你才酸不溜丢的说，嗯，拢谈我拢无谈，哎，别生安尼讲哦。有时候你要掂掂你的口袋有多深，你晓不晓得？人家有两三千万在做的，跟你刚刚两三百万在做的，那个结果一定不一样啊！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就比如说，你不能羡慕的，那黄仁勋现在是世界前十大首富之一啊！哦，然后他去夜市，你想说我去蹭他请你吃饭，他有请你吃饭的道理吗？是不对啦，而且你吃一个卤肉饭，对他来讲没什么啦。可是你们不觉得这样去蹭人家也不太好吧？你应该想办法说，我要跟他一样，也要当 AI 教父，我要成立一个 AI 的王国，要有这种雄心壮志嘛？不是讲哎呦，天空一个宁夏夜市，跟人来对哦，一家三人对一家三，反正他会出钱。我是不欣赏这样子的行为啦，我讲真的啦。好，我讲这是我的看法啦，也许我对，也许我错啦，都没有关系啦。好啦，有这边恭喜我们罗大哥，好不好？好。希望他这个生意可以做成，我就帮我的好兄弟又多成交一笔了，又多成交一笔了。好，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的重点，就像开始跟他提到过的，我们今天来聊这个什么银建股的获利吧。很多同学可能会很纳闷呐，看我的节目讲了这么久的电子股了，怎么会突然冒一档银建股啊？昨天跟他提到这一档 AI 大算力，大家没印象？好、哦，哎、欸，这支股票、哦、我认真讲啦。如果你对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银建股你兴趣缺缺也没关系。好，我讲今天啦，因为这个股价还是有差别的、哦、但是呢，我个人的看法，这个大算力的概念股、哦、大家好好把握。你看今天信华为什么会涨停，会大涨？今天信华跟力旺大涨，难道是因为？我跟你讲，今天信华跟力旺会大涨，就是跟这三个字有关，大家懂不懂？我昨天节目上有讲嘛，举凡全世界除了美国的 IC 设计是最强的之外，来就是台湾。台湾的 IC 设计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 啊，不然黄仁勋怎么会来台湾？对不？他的合作，他的所有的战略合作伙伴，他为什么会锁定台湾？因为他们可以日本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不去韩国？难道说三星，我们能做的三星做不出来吗？是，这是叫上中下游的整合嘛。这个上游指的是 IC 设计的部分，这台湾是算很强的，就仅输给美国而已啊。所以今天看到信华大涨，看到力旺大涨，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大算力的这个议题啊，它会慢慢的发酵。我告诉大家好了，这个说不定是接下来另外一个 AI 会爆发的议题啊。你也别了，探起码逢低卡位，对不对？坐在轿上给人抬。哦，如果你等到这些股票涨上去之后，你要去等着帮人家抬轿，那是你自己决定。反正我已经讲到了，我已经讲了哦。好、哦，我真侪股票我拢一定先打回头先跟您讲啊，好不好？这支好啊，爸。好，先进广告，我们等一下回来聊一下银建股的获利网。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这个月的操作主轴，除了千金股的价差啊、当然现在可以规划波段了啦，因为现在很多股票都在低档，所以也可以规划个波段。再来另外一个主轴，再就是在这个大反转的这些股票的上面。那这个大反转的这些股票呢，有三个重点啊、比如说它跌得要深一点啊、或者是现在还被市场给低估，还没有发现到。再来补涨，不管是跌深、低估或补涨，这三个条件只要都符合的话，我告诉你。这个股票它一定会大涨的，涨多涨少的问题而已。所以你看哦，今天要跟他分享的这一档啊，这个跟昨天的大算力概念是不太一样的股票。好，银建股的获利网，我讲的比较简单一点，它能当获利网，你觉得现在股价还会是在低点吗？它肯定不会是在低点的。那既然不是在低点，哎，周老师，那怎么丢啊？那就不符合跌升的这个概念啊。我给大家看一张股票，叫i30，哎，他是做承销的，大家不要看到一个公狗嘛，这嘴很多豪宅都是他代售的，哎，他只是帮人家卖房子哦。今麦股价哇，这188，一帮人卖厝，又不是起厝的呢。他帮很多那些大建商代销，哎，帮他卖出也使卖个哇，股价变200块，而且还创新高。我不晓得爱三零有没有赚的比我这一档多啦，好，我没有去查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我现在选的这一档去年大赚那个股本，大家知道去年银建股能够赚超过一个股本的哈，我基金它要胜了出来了。我也不去跟你聊什么联商发那一些，但是就我的判断，当你看到这一些银建相关类股的股票，你看包像i30，或者是像这个我刚刚提到的联商发，他有没有发现到这些股票，它都符合我讲的所谓什么大反转的概念，就是它在底部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它变标股，你咋要一数哦？哎，那我扣你变标股啊，阿里克里啊。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就说很多股票它在底部打底的时候，像在i30也是啊，你怎么会看得出来它后来会这么飙？你看没出来吗？对不？完全没有征兆啊！他们会变飙股是因为地震的关系，你懂吗？因为花莲大地震嘛。所以啊，市场的预期，像这些都更案就会越来越干嘛？进展的会越来越快，那当然有利于营建股跟那些建设公司嘛。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跟他提这一点，就是说当然我希望都卖跌档了，大家都可以平安，
可是我们必须要严重的，我们要谨慎去面对。台湾的确很多房子，尤其台北，这最老处那个已经都面临一定都要拆要都更的问题啊，这是大家无可避免的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你用想未过的啦，有知道无？你讲了解去嘛，对不？你确定你自己盖的能够耐震吗？又不是三只小猪，对不？所以势必这些银建类股来讲的话，他们接下来的什么大商机？除了我买地盖房子之外，我告诉大家好了。哦，像这种都更的案件，接下来只会越来越多，不会越来越少。哦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哦，趁很多股票，哦，都还在一个相对的什么，那卖空绝对的低档，只要这些股票它还有一个补涨的空间，就像你看到这些爱三联这样子，对吧？哇，那、啊、你反转 Kitty 毛高啊，大家懂我意思了吧？好、哦，所以说今天这档银建股的获利王一样，加赖好友一样分享给大家。哦，你比较急的。好、哦，等不住的，哇，问的人很多的，不要紧，你等不了了，你就卡点，好不好？卡点会上紧，好、哦，即问即答，好、哦啊，不然你就只能乖乖的等到这个 LINE 慢慢回复你哦，好、哦，好，把握这一档银建股的获利王，节目最后一出所有投资朋友，好的心理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3366。